见证不能上岸的。哎，对呢。嗯，我们看一下贝利会变怎样，好不好？我如果蛮好奇的，这个见证这个贝利会变成什么样一个现象呢？应该是很软才对啊。对不起，我忘了，我把它当成那个。为什么放个暗组呢？在干什么、啊？水火木人，好看一下。人类呀，一开始就结束了，重要时刻没看聊天室，台主好抓是不是？很抓，冲动坏。坏大事，要果断离开，就是不要浪费时间，基本上就是不可能过关的嘛。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好吗？还是再一只别只，看一下哦、喔。人类哦、喔，我人类不归家呢。有没有要记得水火木？嗯，好像没哪几只好用哎、欸，老人吗？也还好、欸。说真的，我没把握，我真的没把握过关的。怪不得那个刚谁提出了那个玩家，你提出的这个问题真的是很好，真的是用人类就不太好过了。双木油这个提议不错，啊，我木油还没解放啊，没办法。这个不用看了，这个技能是没有用。哎，还是配木友，配木友好不好？哎呦，浪子是这颗不错哦，连锁龙纹哦，有三星的哦，没败哦。哎，不要，他既然可以叠加，我干嘛不直接叠啊？陈靖仇，我来了。我来了，我行的。用余小血、啊，两眼见证很好过，有人说见证很好过，好，那想必我现在就直接就是用碾的意思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不行啊，我要储技啊，这样会不会太大力啊？我觉得见证这样会太大力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。这时候就可以跟大家介绍见证的好用，有没有？通常我就是属于实验性质的。哦，百姓的影片就是希望说百姓能够过关哈、哦，然后我们的观众也可以过关哈、哦。不是我一个人在那边耍帅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，我这边转得很漂亮，然后你们都不能过，没有屁用啊！我这样讲是还蛮中肯的。好，留一只给我。我觉得威力好像很太大了，不愧为见证，太可怕了。哎，不对，我那中间三只乌牛还没出起来。靠，仙宫。哎，不对哦，不能。它会反弹的哦。嗯，明明就转到，我要把它转开干什么？这时候流星珠哦，各位。流星珠，把下面留了，就上面转掉了，没有？欸、好像太大力耶、欸！完蛋了，我的女巫一个都没有跳起来，完蛋了，我只剩下最后一个主技了，完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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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！暗的没关系，只有木的攻击，所以应该打两次就好。哎、欸，怎么火烈掉下来了？
叽叽。会不会木木没机会出手啊？这40%是按照我的经验来讲，会40%成长1.5倍，得60%哦，60%。好，我先不算我会不会被他打到了，先不算，因为算的还蛮悲剧的，有没有？石霸你漂亮 ，I like you 见证 ，I like you 见证 ，I like 见证。哎呀，在转什么？平民百姓，去死，没死，贝利的问题。哎，哦，靠，我的。水雾开下去，要赶快干掉他！我还想说除什么诡计，你知道吗？基本上就是自杀式的一种玩法，去死吧！完了，尾王，我肯定也要一波带走哎！干！他把我锁那一只啊！我操！先干掉他好了。这样会不会太大力啊，各位？我觉得会耶，我就这样就好了。基本上木屋已经成为花瓶了，知道吗，各位？那要让它不成为花瓶，其实还是有机会的。我们这样打，好不好？有机会了，我是说有机会了。六，漂亮 ，perfect， 记得转超过四康博。哎呀，不是叫你转那个，是转超过四康博。哦，接下来 CD 重置就不用看了啊、哦。哎，不要什么出什么鬼 CD 了，没什么机会让你出 CD 哦。2 3 4 5 6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哎，这好像是《仙剑奇侠传》，不是《轩辕剑》，不要乱哼好吧？人家是现在是《轩辕剑》好吧？各位会认为说这时候是不是要一波带走呢？你们认为呢？我认为啊。我认为不要，会有风险。那怎么打？好、哦，靠，不是用那个的玩法吧？看不懂，就是对，就是这样。这应该看得懂了哈。好强的威力哦！但这时候我们进场，希望它是 CD 2，好吧 ？CD 3 very good， very good。那个刚说好废的那个站出来，看我如果 KO 他，哎呀，不要累哥啊！好，接下来就要表演属于一波被带走，不，一波带走了，一波带走了。我靠！我靠！我靠！我出贼了。其实不是我出贼，刚是那个了。来吧 ，KO，Yes。哎，我刚没开龙科哎，算了，就当作不知道了。
其实开龙哥也不太适合啦，只是增加倍伤这样而已啊。我叫你吗？你是谁？哦，你是刚说很废那个吗？不要这样嘛，好吧？大家都是互相交流，是这样吗？因为我看你是蓝色的，我好像是你。哦，你是说我好可爱啦？哦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。哦，你说我好差，对不对？啊，误会你，跟你道歉的。哦，所以人类我看见证还不错哦。见证，用见证好了，用见证，见证奇迹的时刻了嘛？